近日我們一次又一次聽到，我在外面都聽到人們喊叫的口號，就是說普選沒有真假。那是否奶粉也沒有真假呢？是有些議員就說要普選更加要銀紙，那是不是說銀紙都沒有真假的呢？其實你說得普選沒有真假，即是說已經承認了這個普選方案根本就是假的啦。你有絕對的解釋法律的權力，你給一些假東西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我不理你假奶粉、假銀紙還是假普選，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要的。現在你反而就賴回，將個責任推卸回落嚟我們這些受害者的身上，這些就是叫 blame the victim。你就學足丁蟹，自己打完人反而呢就是全部都是你的錯，唔怪得知呢電視台都要揀正呢段時間呢就嚟去重播大時代啦。過去呢20個月，香港為政改嘅爭拗已經付出咗好沉重嘅代價。今日嘅香港好亂，有人為咗反對政改不擇手段，79日嘅非法佔中不但破壞咗香港同中央政府嘅關係，亦冇俾空間香港理性咁去探討未來嘅民主路向，更有人用本土包裝港獨，行動一次比一次野蠻同埋暴力，對年青一代帶嚟好壞嘅影響。呢段時間，泛民反對派所謂爭取民主嘅方法，無論係非法佔中、拉布、不合作運動，喺立法會亂咁掟嘢叫囂，都已經證實咗不但沒有推動到優質民主的發展，反而是有破壞沒有建設。他們將非法行為合理化，破壞香港的法治，煽動了、縱容了一些激進人士用暴力非法的行為去表達意見，荼毒著我們的下一代，破壞著幾代香港人努力建設的香港。梁振英為了硬銷政改方案，亦都不惜說北韓是普選，這個無疑是騙香港人、愚弄民意、騙細路。事實上，政府的方案和北韓、俄羅斯、伊朗這些專權國家的政制，在參選資格和入閘的門檻是非常相似的。北韓最高領導人參選名單是由執政的朝鮮勞動黨決定，伊朗的選舉制度由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委任的12人憲法監護委員會是去審視參選人的政治和宗教背景，去篩走異見者。俄羅斯的總統選舉雖然有公民提名，但由總統和議會委任的15人中央選舉委員會藉著審核提名，是可以阻止反對派出閘成為候選人。主席，上述這三個國家的選舉制度全部都是合法合憲的，不過它實際上就是為了鞏固當權者的權力去服務，人民是沒有真正的選擇，一人一票只是踐踏民主的方法。但是民主背後更加重要的理念是自由平等的堅持，是自由平等的選舉權和參選權，亦都是今次政府2017政改方案最缺乏的元素。老實說，香港有不少人並未接受香港已經回歸的事實，以為香港可以獨斷獨行，可以硬碰硬。但香港始終是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中央對香港沒有百分百的信任，香港又怎會有百分百的自由度呢？所以現在中港關係這麼緊張，選舉香港行政長官這麼大件事，怎可能一步登天，怎可能一步就改到泛民心目中的理想方案？而且如果大家放眼世界，世界各地有普選的地方都有經濟衰退、貧富懸殊、年青人失業率高、政府官僚腐敗等等的問題，他們的問題可能比未有普選的香港更加多。普選不是解決迫切問題的萬靈丹，所以政改分階段行了先再優化，其實是走向普選的其中一個方法。民主派會投票否決假普選方案，方是方話的方，其實是一場騙案。我們今天要再一次在香港人的面前，在全世界的面前拆穿這個騙案。政改三人組，兩個司長一個局長，我們說他們是騙徒三人組。你們知不知道為什麼你們落親區，市民都要追擊你們啊？因為你們落區做的是街頭騙案啊。一個市民
見到保弱黨，見到祈福黨眾目睽睽之下呃人，都不能夠歸宿，要見義勇為，義不容辭，當眾踢爆你哋呃人。我所屬的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在4月下旬就政改方案以問卷形式徵詢屬會會員的意見，共發出約2000份問卷，收回1328份，撇除了8份空白的問卷外，有效的問卷是1320份，當中有70%的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政改方案，認為不通過方案約10%，沒有意見則有12%。這是我支持我政改方案的主要的考慮。民主政制的發展是要以市民的福祉為依歸的，良好的政治制度是要市民，使到市民享有更優質的生活。主席，今次的政改方案是香港政制發展的重要里程碑，無論方案通過與否，都會對香港的政改帶來深遠的影響。廣告說過往的特首選舉只有選舉委員會有權投票，普通市民只能做看客，但是如果政改方案得到通過，500萬港人將會有份話事，普選機遇不可錯失，真是公然混淆是非，誤導市民。待住先，不是待一世，是欺人之談。至於說這樣的普選假貨投反對票的立法會議員，就是剝奪500萬港人的投票權，又是另一種欺人之談。真的要說一句，香港人真是那麼可欺的嗎？泛民黨派鼓吹的公民抗命，將違法行動美化，披上正義的糖衣，把群眾運動推向暴力，甚至催生了涉嫌製造爆炸品的港獨分子，令人痛心疾首。同時，一些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內又發起全面的不合作運動，拉布連場，令公務工程和經濟民生議程大量積壓，拖累香港。魯迅先生說過，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亦都曾經引述已故汪國真的詩句，表示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對香港而言，普選是高山，就是沒有走過的路。我相信只要全港市民大家齊心協力踏出第一步，就會有第二步、第三步，最終能夠走出一條民主的大直路。政府的宣傳政改，你們的單張那裡口號2017一定要得，其實我都很希望它一定得的，但很可惜你搞個什麼方案出來給我們今天表決先。在你們的單張裡面，如果心水清的看清楚，都會見到你拎走了普選方案，有什麼理由是會通過呢？司長，其實我覺得你啲有啲似粵語殘片嗰啲家屬，叫你嚟推政改三人組，我都覺得你哋好可憐。雖然咧有議員鬧你冇好好反映香港市民嘅意願，但你哋一開始已經跪低咗啦嘛，特區政府，你一定要喺831底下去提一個方案出嚟啊嘛，即係有少少難為了家屬咯。你推乜嘢啫？你自己心知肚明。無論你怎樣搞啊，搞出來一個你認為已經是最好的了，在831框架底下的方案，其實都是一定不得啊嘛。香港人是中國人，我認為特首要愛國愛港是理所當然的。今次你們否決了這個方案，不只令到特首沒得普選，而且令到立法會的改革都要延到2024年了。你要坦白的跟你自己的支持者說啊。還有啊，即使啊，真係你哋要提到方案，設計到你哋可以做到特首，我相信好多人會好驚。俾你哋做特首，香港會變成點？唔止民粹啊，可能渣都冇啊，真係可能變成好恐怖噶。至少係咪應該反思一下，應否繼續執迷不悔？應否繼續去沉迷於不切實際嘅想法，從高下民主理想嘅雲端
回歸理性，回歸現實政治，認真務實地看清楚眼前的境況，對一些對你們，特別是溫和泛民和理性的同事有所期盼的支持者和沉默的一群有所回應。要解決香港社會種種問題的方法，其實都是指向同一個目標，就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必須要全面民主化，打破小圈子權貴壟斷政治資源，解決政府政策向權貴傾斜的現象。當然，政改否決了之後，特區政府或者一路盤算，好了，未來的五年、十年都可能可以對政改隻字不提。但我要在這裡提出，民主黨是不會放棄爭取真普選。我甚至在這裡預告，我們在未來不單止會要求特區政府是要就著特首選舉重啟政改五部曲，我們更加會要求特區政府是要必須要同時處理立法會的普選問題。因為政治制度是為了解決社會矛盾，改善管治是作為目標的，而有效的政治制度亦都必然是要存在於有效的行政和立法機關的制衡。他們生活在自己的童話世界，與現實的社會情況是完全脫節，不斷高調擺出一副如果中央不依他們的要求，不跟他們的標準去制定方案，他們就跟中央玉石俱焚，一拍兩散，大吵大鬧，佔領中環，堵塞立法會，態度囂張，意圖靠嚇靠惡用暴力脅迫政府。難道這樣做就是追求民主的文明行為嗎？親手破壞基本法普選承諾，令到香港人沒有票可投，不是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而是支持831決議的建制派，不願如實反映民意的特區政府。說到底，無法提供一個大多數市民支持的政改方案，是政府失職。相反，泛民在履行代表市民的議政的職責，按民意投下反對票，這個才是我們的責任。